到手机，进入门铃手机 APP 即可视频通话，出门在外也可远程视频沟通。你好，快递。快递请放门口。同时自动抓拍画面，云端存储全面加密。当小孩女生独自在家时，可进行魔音变身对讲。你好，外卖。外卖放在门口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同时可进行 APP 家庭共享，在外的家人也能收到通知，安全更有保障。它还具有高清红外夜视功能，看清深夜来客。你在干？